10款嘅不鏽鋼刀啦，亦都喺再磨刀之後咧，再測試佢哋嘅鋒利度。發現當中咧有7款咧喺磨咗刀之後咧，係較剛拆合嘅時候咧係更加鋒利。咁建議咧係使用不鏽鋼刀嘅消費者咧，可以喺刀頓咗之後咧磨翻利佢，延長咗刀嘅壽命，亦都可以減少廢物。